我们今天来结束这个先秦至唐代戏剧与戏剧小戏啊渊源及其剧目考述啊这篇。其他的呢，各位可以自己看啊。那么今天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戏曲考证啊，本身呢也是相当难的，所以必须要有中文系的这种学养。各位知道中文系的学养，就文字声韵，对不对啊？还有训诂、考据这一些，没有这一层功夫的话，那是无法办到。譬如说参军戏，或者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部分，你们回去仔细看，它不是一般戏曲的这个叙述的功夫啊，不是一般戏曲史的写法，完全是不一样。你们可以看出，我上你们课所用的中文系的这个什么的自学态度方法非常的笼啊，非常笼啊。比如说下一篇呢，我们要谈的参军戏，还有我们整个戏曲史的写法，它一般也不一样的。一般的戏曲史写法，它一定按照时代。这个时代里边，然后有元杂剧，这个时代有明清传奇，啊，清代有皮黄京剧，这样来叙述。可是呢，我有所用的就是一种整体啊，剧种本身的原生、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剧种发展史为骨干。以这样的骨干再来包容戏曲里边两种非常重要的元素，一种就是戏曲艺术、戏曲文学。那么戏曲艺术文学当然会关系到戏曲的理论，还有它周边的，也不能不谈时代，所以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时代的文学这个还有哲学的思潮啊，是用这种方法的。但这种方法呢，它首先必须要把骨架建构起来，必须要把骨架建构起来。所以呢，我刚刚新出炉的一套书啊，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现代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是由他们的国家基金会出版。这个书呢有三大册啊，定价多少？260。人民币260，如果我买的话打六折，啊，打六折。这个邮费呢要自己出，啊，他不替你寄。这个书刚出来，事实上就是我所说的一种戏曲剧种的演进史考述，是这个骨架，这骨架。我另外还有一套书，就是在我们台湾三民书局的戏曲学。戏曲学里边有四大册啊，包括戏曲的这个种种的理论啊。所谓理论呢，包括比如说它的剧场论、
题材论，还有批评论、艺术论、语言论、音乐论，总共有十大论。这十大论事实上就是这个刚才所说的戏曲艺术、戏曲文学的这骨骼以外的怎么样的肌肉啊，肌肉里边有些论，就是等于里边它的这个什么呢？没落神经的剥落的这部分。那我现在正在写的，就是戏曲文学批评，就是从剧本作家啊这部分呢，我还没有写完，正在写。把这个写出来以后，融入在这里边，总体综合起来，才完成我的戏曲演进史。所以我写戏曲史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是经过这样的一层一层的探讨，把它完成，而不是这个按照时代、按照人云亦云那样的、那样的去这个写作啊，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发给各位的这个目前的这两份讲义啊，和以后的可以说啊。很重要，就戏曲考证啊。如果没有这功夫，你无法把大家都不知道的变成你知道的啊。这个是一个基础研究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举下面举个例子，请各位翻开前边一份讲义的第22页。我们上个礼拜所说到的西京赋，西京赋所引的这一大段呢，是这个描述汉武帝时候呢，他的这平乐观，武帝在看平乐观，在高高的平乐观看底下广场上的汉代的这种百戏的演出，脚底戏啊，百戏的演出。那么它内容的丰富，我们说过等于我们现在的怎么样杂耍特技。说杂技呢，在戏曲里边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而杂耍特技里边就有其中有一部分会发展成为我们后来所谓的戏剧或者戏曲，其中呢，各位看22页倒数。第三行，东海皇宫赤刀玉柱，这个阅读玉，既厌白虎，足不能救，挟作骨，一事不说。这是一段东海皇宫表演的记载。只有这6句啊，6句，他大意说有东海的一个姓黄的先生啊，他拿着红这个赤铜色的刀，口中念念有词的在那边做法啊，住在这里做法，他希望。把一头白虎怎么样？把它制压了。因此呢，他就要收降这头白虎。
和白虎就搏斗起来了，结果他自己怎么样呢？反而被白虎吃掉，连自救都不能，足不能救，就他被白虎打败，被白虎吃掉了。侠邪作骨，他挟着他的邪术啊，做起法来啊，是因为他法术不灵了，所以呢就失败了，于是不受啊。这样的一件事，请各位二十三页佩欣，你从这里念起，其中从乌霍扛顶。其中从乌霍扛顶至右部发乎鲜卑，都是御前献艺的脚底戏。内容因为脚底是取脚迹为艺，以及技艺尽散，故所包颇广。其中还有脚力特技、化妆歌舞、脚假面弄兽、武术表演。而最可注意的是，东海皇宫一句敷衍故事之性质。西京赋云：“东海皇宫赤刀欲助，既掩白虎，足不能救。侠邪作骨，于是不受。”薛奏注云：“东海能赤刀与布，以越人助法厌虎，号皇宫。则此东海皇宫通法术，能制服白虎。”薛注所云：“与布。”按杨雄法言，重离篇云：“四世治水土，而乌木多雨。”李伟注云：“俗乌多少与布，而他的步伐。”葛洪抱朴子先要云：“与步法，前举左右，握左左右，右次举右，左握右右，就左次。”举左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击。此语步当系传之已久的巫术步法。其次，薛注所谓越人助法厌虎，按《后汉书·方术列传》李贤注云：“抱朴子曰，道士赵炳以气尽人，人不能气，尽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直腹。以大钉钉柱入池徐，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意曰云：赵侯以盆盛水，吹气作镜，鱼龙立现，越方善尽肘也。这种手持柱刀，跳着鱼步，善以禁咒制服白虎的东海皇宫故事，成为汉代百戏剧目之一。好，各位，像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所以引了好多其他的资料来佐证。像这个就是考证啊，像这样就在考证。首先说语部，什么叫语部？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那个法师做法的时候拿着刀，哎，走前后走后边走，那种叫语步啊。语步是一种施行法术的一种步法。那么这个念注呢，就是口中念念的一种咒语，使得这个什么呢，他要制服的对象服服帖帖啊，听他的命令，这叫验注。东海皇宫就是拿着这样一种法术，要说服老虎啊。好，先了解了这个之后啊，后来又发现了另外一段资料，就是接着下来的《西京杂记》对于这件事的记载更加详细。也就是说，《西京杂记》也记载这件事情，但和东京，和这个《西京赋》所说的呢是同件事，但更详细。好，佩欣，你再把这个念下去。《西
金杂记》对于这件事的记载更加详细。予所知有徐道龙，善为幻术，向禹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治蛇与玉骨，配饰金刀，以降增术法，力行于木，做成山河，即衰老，气力违背，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陷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验之，术技不行，遂为虎所杀。三府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脚底之戏焉。好，各位看，像这一段这个记载啊，是不是就把这个赋里边所说的又更详细一点，我们对它的内容更详细。有了这一段的这个记载，你看我们接着怎么来分析这段记载呢？然后慢慢的使它的戏的这个成分再凸显出来。啊，佩君接着。所成之书，以为学者所公认。而东海皇宫既已建筑西京赋，葛洪所记又得著旧文，则所言大致可信。由此可知，表演时有两个演员。老人皇宫又降增术法，手拿赤金刀，踏着鱼步，他的对手必须扮成虎形。他们的搏斗虽然深合脚底之意，但已非着重以实力较胜负，而是充分表演武道的趣味。其结果是黄公为白虎所杀，则已颇具故事之性质。再从西京赋中赤刀玉柱一语看来，老人必是手持赤刀，口中念念有词，很有可能有兵白或歌唱。总结起来说，东海皇宫的表演一具演员装扮和歌舞以代言演故事，这样的形式可以说就是戏曲的雏形，也就是故事和表演均属简单的小戏。好，那么等于我们把这个剧目，这个剧目叫什么？东海皇宫，定位为什么？戏曲小戏。啊，经过这样的考证，你才定位它为戏曲小戏，这个在学术上就站得住啊。它不是戏剧，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一篇文章里边，我举出了很多的剧目啊，像我们讲过的《九歌》和这个《方相事》之外。各位往下呢，往下翻26页，我们还可以有西汉之排戏啊，古院潮和歌戏。排戏歌戏用括弧，这表示不是剧目，那古院潮用这括弧就是剧目。那古院潮的这个俗性就是排戏，排戏是什么意思啊？古迹诙谐的。那么这个歌戏呢，因为资料很少，可是它号称歌戏，是不是以歌唱为主啊？就很可能以歌唱为主啊。这个西汉还有这两个，东汉的时候，好，27页，东汉的时候有《正蜀晋赋》这样的一个剧目，好，28页，三国时代有《辽东妖赋》和《池浅颂戏》这样的剧目。近代的时候有文康乐，29页，
第三十页，萧梁的时候，啊，南朝萧梁的时候，葛上云月。好，三十三页，萧齐的时候有天台山记。好，三十四页，到唐代的时候的就有唐代有戏剧和戏曲小戏剧目。我们考察的有南陵王啊。三十，再过来南宁王啊，三十七页的苏幕遮，四十二页的波头，四十三页的樊哙排军难。四十四页的《西凉记》，这都在唐代的时候。第四十七页的《凤归云》，四十八页的《益阳祖》，五十页的《曼秀两奇》，还有第五十二页的《城虎端》，汉岁五权奸，有作者的就只有这一出戏。这是唯一有作者的。各位，原来呢的戏曲史所叙述的，都说在汉代有脚底戏，东汉有百戏，隋唐有杂戏，那引了那一些这个杂戏。但是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把这些杂戏里边它出现的那个剧目把它定位为剧目，然后呢好好去考证它，这个剧目到底是戏剧还是戏曲小戏，所以就具体的看出来。你看那么长远的岁月里边，从先秦、东、西汉以后，一直到唐代，它的戏剧的形式有没有变化？几乎没有变化，都是戏剧，戏剧小戏。百姓的娱乐还是杂耍特技的这种演出，啊，这种演出而已。所以这个呢，就告诉各位，一个艺术啊，啊，要结合许多元素产生出来的艰难，很艰难。可是我们呢，把一个剧目一个剧目考述出来，就相当具体的，哪一个时代，就这些，啊，文献里边我能找到就这些，在以前还没有人找过，啊，我当然是在。有一位呢是任纳任纳别先生，他《唐戏洞》里边，啊，也这个给我的许多的启示，但是他并没有像我把它当作戏剧、戏曲、小戏剧目那样去考证它，所以下边的每一个考证就类似刚才那样，啊，你们自己看。有耐心就一个一个看，学习考证的方法，没耐心的你就瞄一瞄就可以了啊，因为读书有时候太辛苦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有这么回事啊，你如果要吃这行饭像你曾老师，你就好好学习，
否则你知其大要就可以。读书有时候可以不求甚解，啊，不求甚解就大概抓住要点就可以。啊，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也很有限，啊，我并没有要求每一个都如何。啊，这一段结语啊，倒要配心再练一练。第一，53页。从以上有关先秦文献的讨述，可知构成戏剧戏曲为有机体之中要素逐渐结合的情形，有葛天师之乐，见其原始歌舞之结合，由周礼大司乐，见乐舞合用，辅蒙见歌乐合用，六月见其技巧合用歌舞乐，而八诈即为戏理，似以剧演故事而为戏剧之端倪，而国中之方向是就其扮相与职务观之，当以剧戏剧之条件矣。而周出大武之乐，演出武王伐纣故事，更为实质之戏剧，其年代距今3100余年。至于戏曲雏形之小戏，则九歌诸篇尤以山鬼，盖可宣目。中国雏形小戏于此成立，其年代距今2500余年。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与戏曲相关文献中，可考得《总会先昌》《五火扛鼎》《八渝舞》《五院曹》《正熟进步》《文康乐》《天台山记》《祠前奋争》等八个戏剧剧目，含东海皇宫、歌戏、辽东妖妇等三个戏曲小戏剧目。唐代楚本文所考述的戏剧，兰陵王、苏幕征、弄孔子、霍童、樊哙排君案等五个剧目，和西凉记、凤归云、益阳主、汉睡虎群奸、麦秀两席等五个戏曲小戏剧目外，尚有由庸人所演出的宫廷小戏、参军戏，汉由庶民百姓扮演的乡土小戏《塔窑娘》，另有两汉以后傀儡百戏所演化而来的唐傀儡戏。对此，著者已有参军戏演化之探讨，唐戏、塔窑娘及其相关的问题，中国偶戏考述三文详论之，请详下文。故问：中国戏剧既已建诸周初大武，乃至更早之罗戏方向式，中国戏曲小戏既已建筑战国时代之九歌，何以迟至宋金之南西北剧才能完成而为大戏？其间何以要历经1500年乃至2500年呢？若论其故，个人认为，诚如本书序论所云，中国戏曲大戏是综合文学和艺术，由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讲唱文学、演员充任角色扮饰人物、代言体、狭隘剧场等九个构成元素所融合而成的有机体。其九项元素中，处于小戏重塑者之艺术层面内涵，自然要比小戏提升和扩大许多外，其新注入之讲唱文学，则必须属于有如宋金诸宫调和复转那样的大型说唱，而非像古词传踏那样的小型曲艺。也就是说，提供戏曲最重要的故事题材和歌唱音乐，必须等到宋金时代才发展完成，才能作为大戏的主体基础。而其九种因素也必须有像宋金瓦舍郭兰那样百艺竞成、韵律荟萃的场所，必须有像宋金书会才人那样落拓书生中的杰出人才融入创作，才能水到渠成的生发为戏曲大戏。这就好像人类文明曙光乍醒之后，到今日科技昌明突飞猛进，期间也必须经历漫长的运蓄积淀的岁月一般。尤其中国戏曲是综合文学和艺术的有机体，更非如此不可。而这些条件在宋金之前不是没有，就是尚且未完备。所以
必须等到诵经条件成就后才生发的来南戏北剧那样的大戏，也因此本书就只能在两诵之前考察得到戏剧和戏曲小戏那样作为大戏雏形的一些剧目。而若论大戏，既然无法从先秦至唐五代这漫长的岁月中去无中生有了。清楚不清楚啊？这解决了怎么样？我们呢一向被批评为中国戏曲发展得很晚，我们是完成得很晚，但是不是延伸得很晚啊。像这样定位为戏剧，在三千几百年前有戏曲小戏，两千五百多年前有大戏，为什么缘故？必须要在宋代宋金的时代完成，这个理论是我创发的，别人没说过啊，这个也先跟各位说过。但是我们有没有道理呀？我们是有充实的道理的啊。这个学术啊，就是解决了前人呢没有解决的问题，填补了前人没有这个什么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啊。好，这个之后啊，我们接着再看下边这个单元。各位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所投的累积的财产也多了啊，学术财产也多了，都把它写成文章了啊，所以就可以在课堂上发给各位。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大陆出的书的内容啊，这个就是大陆那三大册里边的内容，但是这个是繁体字。好，我们第二章呢要谈的是宫廷官服戏曲小戏参军戏体系之源流考试。我认为呢，在宋代以前没大戏，还是小戏。那么这个小戏从唐代的宫廷里边和唐代的田野里边各发展出一支这个什么呢啊，后来影响很大的。那唐代的这个宫廷官服的戏曲小戏就叫参军戏。参军戏，参军戏它的源流，中国文化是非常奇妙的，它的包袱性、它的传承性非常坚强啊。我所运用的就是一种系统性的考述，剧种本身原生形成，尤其怎么样变化转型，我都把它考述进去。可是所以各位先看，为什么我每一章都希望喜欢把这个目录写出来呢？因为这个目录啊，可以告诉读者啊清楚的概念，你是怎么样在写这篇文章的。我非常反对我的一些朋友没头没脸，就像一张白脸呢，他只在眼睛这里画两点，鼻子画一点，嘴巴画一点，你结果都看不出他长相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他没有目录，一篇文章只有分段啊，一二三，就好像演戏，你有没有看到演戏像本人演的一定什么第一场是什么清清楚楚，现在唱的是什么宫调曲牌清清楚楚啊。可是一般什么呢，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歌唱的时候打出歌词而已。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对
观众来说都没有含着一种啊，带有教育性和传播传授性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其实观众从剧场可以学到很多的。他第一场你为什么？哦，第一场是什么的？这个，为什么叫夜夜情愁？看了半天才知道那个情不是一般的情啊。但是他起码告诉你夜夜情愁。我们这个目录呢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请各位先看目录。请问各位，如果我这个题目它的这个最主要的关键词是哪一个啊？最主要的关键词当然是参军戏，参军戏。那每一章有没有都和参军戏有关呢？各位看第一章，参军戏之缘起及其剧目考述，这个清楚有参军戏。第二章，宋金杂剧院本及其剧目考述，各位如果我没有后边画一杠，参军戏之第一，清楚不清楚啊？就不清楚。怎么参军戏一下变宋金杂剧？然后第三呢，南戏北剧中之院本成分考述，怎么又变到这里？但是后边参军戏之变化，也就是参军戏的变化是怎么变化到里边呢？大家没看清楚，我们看到了。然后清代这曲艺相声，这清代曲艺相声参军戏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后边参军戏之转型，所以每一章有没有都是从参军戏体系这个观念在论述啊？啊，注意，这就是一个这个论文呐、啊，要体系层次啊，要清楚分明，主题要扣得很准的一个方法。所以像这一篇文章总共有接近10万字，当年呢我们龙宇纯老师啊在编中文学报的时候一口气就把我全部登出来啊，成为学报文章里边最长的一篇。另外还有一篇叫论说腔调，论说腔调在中央研究院的文哲所的这个期刊里边呢、有9万多字，也是一口气登出来。现在啊写论文呢也不能太长啊，变成呢3万字以内啊，包括像我们中文学报，台大中文学报李龙宪当主任自己写的超过3万字都不行啊，主任也不行。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限制的那么谨严？所以我的文章慢慢的呢能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只有哪里啊，只有大陆有一些学刊，还有高雄这个高雄中山大学多少字都无所谓，其他的地方都不行。这个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啊，大概是一个制度吧啊。好，各位看看，因此呢在引言里边你就倒引出
子去来。在参军系之缘起及其剧目考述第一节，参军系之缘起，唐五代参军系剧目考述，是不是很朴实，但是都扣得很准确。各位，论文和文学的诗词散文是不一样的。文学的散文小说，有时候要不要花俏啊？啊，题目要不要吸引人呢？啊，题目要吸引人，这一招我也会啊。比如说我在写这个，当年我在台湾大学，每天骑脚踏车转台大校园，转一大圈，一林大道、慈城来回两三次，这样一个小时，你不要小看我，脚踏车这样要一个小时。如果我写说台大校园，这个什么陈运台大校园，有没有人要看？你在那边陈运干我何事？可是我就把它变成什么呢？台大六门提督，题目换成台大六门提督。因为呢，我开头呢就是说我在台湾大学那么长远的岁月，四五十年了，毫无贡献，都没有贡献，所以我现在呢就学习啊清代的这个保护首都的九门提督啊，要巡查首都的安全的九门。但台大只有六大门呢，可以进出这个什么这个汽车，所以我每一天早晨都要一个门接一个门去巡视啊，然后自命为台大六门提督这样。可是呢，就因为你题目叫台大六门提督，只要和台大有关系的或者没关系的，台大什么六门提督啊，写什么玩意啊，就看一看就掉入我的过中啊，因为我写的还蛮风趣啊，要嘲弄人啊，看不惯的人骂两句啊，养狗的啊，如何交友啊，朋友如何。所以这篇文章呢，看的人就很多很多啊，谁碰到哦，你那个台大六门提督我看了啊，都还记得。如果你换成说台大校园陈运台大校园，也是这样，不会有人看。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戏曲，我每一次戏曲这个创作啊，剧本创作要演出的宣传，也都要用一个怎么样，用一个漂亮的吸引人的题目啊来做题目。可是各位，论文绝不能花俏。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的好些学者，尤其许多有声望的学者，他们不自觉的也都走入了花俏的地步啊！尤其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弄的这个学术会议的名称，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在要开什么内容的啊！我比如说最近啊，不批评啊，我最近才去而已。我要去做专题讲演，几千万，你专题讲演就要和什么关系啊？这次学术会议的旨趣有密切关系啊，这才能做专题讲演。专题讲演是你这个讲演是对这个会议
引发出一些问题，醒思，或者是一些你的见解足以启发人家的，这才叫主题讲演啊，才叫 keynote speaker， 才叫 keynote speech。可是现在呢，只要找个老的或者什么的，把他的新的研究报告一下，这不是主题讲演啊，现在的错误观念。所以学术会议凡是我主办的，清清楚楚啊。2020年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它就是可见2020年表示我们每一年都办的戏曲，就是戏曲的问题啊，国际性的清楚的啊。明年我们就类似这样的题目，而不要说什么文化的什么。啊，不说啊，各位都知道我的意思啊，学术啊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论题一定要简要切实啊，这是对的，你们听我。绝不会错误。好，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开展这个问题。好，各位，这个对于参军系的探讨啊，最大的困难就是他的资料啊，非常的片段零碎。还好发现了这个谁呢，这个王国伟先生，他花了相当的功夫从文献笔记里边去摘录汇集了许多有关宫廷幽灵演戏的这个资料，叫《幽语录》，会不会写啊？幽啊，幽灵的幽，语就是言语的语，《幽语录》。这个《幽语录》后来啊，刚才我说的任纳别先生，他又把它扩充。所以呢，有关呢、早期的宋代、唐宋间的灵人的活动，幽灵宫廷幽灵的活动，就相当的齐全。可是这些呢，都是片段的，一丁一点的，各自独立存在。要来运用这些资料考察出一个参军系的戏曲，这种戏曲剧种的现象和它演进的这个脉络，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也要有相当全权的考证的功夫。各位啊，我后来呢在做学问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方法提供各位参考，凡是非常的支离破碎的这些资讯啊，运用什么方式呢？就是叫资料说话。哎，你拿来了它就好了，叫资料说话。那要叫资料说话以前，你要先把资料整理，
怎么整理啊？同类型的要不要归在一起？同类型有相关的要归在一起。归在一起以后，时代要不要序列先后啊？要序列先后。在他同类型里边，就相同的事迹所记载的这些事迹，就会有重叠的。重叠的表现什么？是绝对可信的，它就是一再重复的可信。如果这个甲有乙没有，或者丙有乙没有，甲又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就会出现，你就让他们怎么样，互补有无，像急于成求那样把它连缀纺织成为一个网络。好，这片网络出来了，其他呢更加梳理的资料，你会发现这个其他梳理的资料，因为你这个探讨的结果在这里，这些梳理的资料会像呼喊着奔跑的说，哎，我和你也有点关系，我和你也有点关系，其他的资料要奔驰过来了，然后你再从这些里边又把它勾勒进来，等于把它编入你的航母里边的，你的航母会不会因此壮大起来啊？就会壮大起来。所以慢慢的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的具体的概念。我先把这个结果呢带各位看看啊。好，各位看第一页啊，参军系之缘起及其巨木考述啊。那么第一是参军系之缘起，第二节是第四页的唐五代参军系巨木考述。然后啊，这些巨木一个个的，到第十四页，第十四页有没有出现小节呀？也就是说，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材料就是在谈唐代的参军系，一个一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把它截断以后，终于就得到了什么呢？第十四页的小节。好，佩欣，你把它念一下。所发展出来的宫廷优戏，论起表演形式，则始于东汉和帝之十三；论起名称，则定于后赵石勒之中言。唐代以前以戏弄方官为主要内容，唐代以后因参军官多以民族子弟充任，因之戏中不再办事方官，
而发展为甲官系，其主演之甲官之长谓之参军。参军庄。他的办事一般是绿衣笔简，头裹透额膜，足蹬皱纹靴，脸面可以俊满，也可以默读，大概是依所扮人物而定。与参军演出的对手有时只有一个人，中堂以后，这个对手叫仓户。他的扮相可以是纯一臭极极，而参军有时也与群优合演，但未知在这群优中是否也有一位主要的对手叫仓户。唐代的参军在戏中最多只充作被调虐的对象，被戏舞的情况则没有，倒是他的对手往往成了被他戏舞的对象。参军戏的旨趣有春衣舞姬为笑乐的，也有欲讽刺匡正于舞姬的，仍有先秦幽灵的余韵。参军戏起码在五代时已吸收了北朝以来的弄痴，这种情况之下，参军演出的对手就叫木大，于是参军戏中咸淡的对比就更加明显。参军戏的演出固然以闪烁科范为主，但也配合音乐歌舞演出，这应当是经常的而非止于偶然。参军戏的演员不只可以男扮女装，也可以女扮男装，其演出场合原本是宫廷宴会的御前成印，后来也在官府宴会演出，有的大官贵人更以家童为家乐。而在元稹连问浙东的时候，参军戏就已经流入民间了，也许是受到民间戏曲的滋养，参军戏在表演艺术上不再止于映壶掩框、作揖唱落和歌舞，而像刘彩春那样优秀的演员，表演时是很讲究言辞的雅措风流、身段的低回秀美和歌声的嘹亮彻云的。这样的参军戏已具备装扮、代言、冰白、音乐、歌唱、舞蹈、身段等戏剧条件，只是故事性还很薄弱，往往止于一时一地的应景之演出而已。然而开元间陆羽既然以为参军戏编剧，则其演出必有一定的内容和程序可以依循，应当以不止于即兴式的舞姬唱念而已。好，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里边的每一句话就是一丁一点的这个什么呀，考证的结论，连缀的累积。所以这个是要相当的这个事件和组织的。可是经过这样组织下来，你们对于参军戏，尤其唐代的参军戏，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轮廓完整的一个具体的概念呢？是不是就这个比较好啊？有更加具体的概念呢？好，那为什么到这里就要先把它怎么样？把唐代的先结束一下呢？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考证是相当怎么样零散的，像集腋成裘这样一针一线的补缀的。你到了一个相当地方，如果不把它浓缩下来，就继续下去，那么会凌乱，读者就会怎么样，根本掌握不清楚你的旨趣呢。论文就是要一个骗人的艺术，但是要引人入胜，让人家信服你，要让人家信服你，你也要一步一步的引入你的理论的过中啊。所以到这里要结束了，
要把它做个小节的，所以我们用小节。你看这小节是由十几页的考证来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下边的再起一个呢，就不会呢，让读者昏头转向了。啊，像这种这个应用资料和自学的方法啊，叫做什么呢？排比零碎的资料，使资料自己互相碰撞、补局、生发啊。然后呢，形成一个比较具体完成的概念。这种方法就是如此，各位以后绝对会碰到这种情形。如果你要不管做戏曲啊，戏曲能利用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我说没有中文系的，没有经过考证学训练的，是没有办法运用这个。那其他的会运用上这个，其实很多很多啊。好，这就是参军戏呢，我们可以说唐参军戏的一个段落。请各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像这个参军戏的缘起呀，第一页，有两段这个资料。这两段资料呢，从王国维先生引用了以后，任何人都要引用。但是，对资料的判读分析，才是你自学功力的另外一种这个表现。一般呢，就是把这两段资料引的，然后呢？为什么一个是在河地东岸河地，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南北朝北朝的后赵的石勒？怎么会这样子？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啊，那为什么叫参军？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参军是第二个才。第二段资料才出现的，第一个是参军，哦，这个原来都不叫参军，在这个东汉的时候，我们把这两段资料先念念，免得我自己也糊涂了。那个第一页，关于参军戏的缘起，有以下二说：其一，见唐范安杰乐府杂录排幽条，开元中黄帆错张野湖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丹，丹有脏犯，何地习其才，免罪美厌乐，即立衣白夹衫，命幽灵戏弄入之，今年南放，后为参军，故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方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识其路。是以陆鸿渐传词云：韶州参军，盖有此也。吴中曹有曹孚度、刘泉水，咸淡最妙。咸通以来，即有范传康、上官唐卿、余
敬谦等三人。好，接着。此剧《中国古典戏曲顿著集成教义本》，其中吴中朝有曹叔度、刘泉水下，旧本有咸淡最妙四字。此本据文献通考147山，今再据旧本入。其二见《太平御览》卷569，幽称门引诏书云：“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犯官捐数百匹，下狱以8亿诱之。后美大会，使排衣着金泽，黄绢单衣。幽问汝为何官在我杯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擞单衣。”曰：正作取士，不入汝辈中，以为笑。好，接着。可见参军戏之缘起，段氏时已有始于东汉和帝馆陶令石丹的说法，而诏书记载后赵石勒参军馆陶令周延也有类似的演出，即将三官列于幽中，受他游戏弄，以此为笑乐。使排忧意味着石勒使周延为排忧，其所不同者为石丹不出身参军，而周延则出身参军，所以段氏指出为石丹后为参军故也。而两者年代相差200余年，比喻为若论其表演形式，则参军戏当如段氏所云之始于东汉和帝，而若论其名称，则当定于后赵石勒。请申其说如下。好，那么像这两段呢，都记载的很简单啊，但是也可以看出在唐代的时候参军戏盛行不盛行啊，已经很盛行了啊。因为呢，在开元中那个著名的几个梨园著名的演员呢、樊稠、张野狐，就是演参军戏的。那在那时候的传说认为是后汉东汉馆陶令石丹因为贪污，所以呢，演出的时候啊，就在宴会的时候，叫他穿白夹衫，白夹衫，叫幽灵来戏弄他，把他戏弄了一年再赦免他。所以呢，这个记载的，段安杰记载这件事说，后为参军故也。后来称作参军戏，追本溯源根本是错误的。不过在开元中呢，你看有李仙鹤啊，明皇就特授他韶宗彭正参军，以食其禄啊，因为他善演参军戏啊。那陆鸿渐就陆羽，各位知道陆羽做过什么事啊？茶经啊，就是做茶经的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他会替参军去编剧的。”那由此也，那吴中朝有曹叔度、刘泉水，咸淡最妙。各位注意，咸淡这两个这一句成语啊，是民间的语言。咸淡和随和是一样，是相对比，就是一种对比的演出，就叫咸淡。所以可见参军戏在唐代的表演艺术里边要怎么样？要两个人采取相反的这种表演的态度，产生一种对比的趣味。比如说我调侃你啊，我侮辱你，那你来反抗，这就是一种咸淡啊。一个嘲弄一个被嘲弄也是咸淡。
那每一个时代都有著名的演员，由这个段安杰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唐代的参军戏是很盛行的。那么那时候认为是东汉时候和帝的时候的石丹因贪污而来，这件事他认为是参军戏的根源。第二段呢，诏书，诏书，各位知道以前呢，我们中国的历史书啊，不一定由官方来制作，是可以民间写作的啊。但民间写作的因此啊，也常会这个失传，这个诏书就是其中之一。但诏书的这个残本呢，被太平御览。各位知道，我们中国有一种很古代很有用的书，是什么书啊？烈书。什么叫烈书？你们知道吗？把这个内容相近的、相同的，啊，内容相同的文献资料收集在一起，啊，那么文人要用，比如说你要写除夕的习俗，那么除夕的习俗啊，除夕的习俗，它这个列书里边就摆出古今有关除夕的习俗，或者各地方不同的除夕的习俗。所以你翻开这一门类，你对中国的除夕的风俗大概就可以掌握得住。就像现在你们 Google 什么什么一按，不都出来了吗？啊，道理一样，可古人是用最笨的方法，从古书去分类采撷。我是很善于运用这个的人，因为啊，比如说某年呢，在我年轻的时候，哎，还会做这样的事，现在当然不会。中国时报就说，郑教授啊，我们过年的时候总要登一些这个年节应景有关的啊，有一个礼拜啊，你来包好不好啊？从这个过年的什么什么什么到元宵啊，这中间啊，我说有何不可，我就把这个列书找出来，编一编，就编了七篇给他们啊。如果没有这列书，那我要找起来就怎么样，就非常的苦。你们知道古代的文人写文章常用了许多的典故吗？弄得你都哎呦，他怎么记住那么多啊？其实他是一边写一边从列书去参考，一句一句这样凑合上去，所以典故多了，就像卜居一样，像这个没有感情，没有手，常会产生这样现象。所以这个列书啊，是常你在做学问做什么的时候，一个道理，一个线索。各位不要小看这一点。还有啊，另外大家都不用的，你们中文系的要特别注意，府县制，地方府县制，这只世界的任何民主，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像我们那么爱护历史、爱护文化、爱护乡土啊。我们省有通制，府有府制，县有县制，国家有怎么样？有正史，帝王
有起居住，起居住太多了就变为食禄，食禄再简化就变本纪。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的，而没做官的，只要你是地方上有贡献的，或者做过地方的什么官员，尤其做县长或者做，那在府县是清清楚楚，证实找不到的。只要你知道，像遂昌，你到遂昌县是一定找到汤显祖的资料，因为他做过遂昌县县长。那遂昌县县长里边记载，就不止汤显祖明史里边记载，啊。所以好些啊挖都可以从这里挖出很多啊。你比如说你讨论到啊杭州某一个这个什么名胜，你要探讨这个名胜，那你找杭州的这个府县志，这个名胜里边一定有许多的怎么样描写这个名胜，有关这个名胜的诗啊词啊相关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如何去探索啊。这顺便告诉各位，好，太平广域南就是宋代的一个隶书。还有一个啊，你们要知道一个太平盛世才会有这样的大书的编辑啊！你看宋代有太平御览，明代的成祖皇帝，明成祖皇帝有什么东西啊？永乐大典。康熙皇帝有什么？有古今图书集成啊，还有乾隆皇帝呢更大，四库全书，这些都是太平盛世才做得出来。现在中国大陆要把世界的子书，也就是孔子孟子啊这些先秦祖师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由山东大学呢在做这个事。他们在做这开始的时候找我去讲话，我就借此恭维一番，我说如果没有今天的中国，做不到这样的事。为什么？整个中国有关研究这方面要团结起来，世界各国的汉学家都要加入来做这件事情，这真是一件盛事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但是像以前的太平御览，诏书没有了，余说列书还有。好，各位来看看这一段，这是诏书啊。诏书的时代，各位是比《乐府杂录》要早的，但是《乐府杂录》记载的是东汉，他这个记载的是石勒参军拙言。石勒是贺赵，各位知道石勒以东门而笑傲啊，这个各位知道典故，是贺赵的一个君王。他的参军卓衍为馆陶令，出任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断就是贪污了，关键就公家的丝织品数百匹下狱，以八亿诱之，
八义呢是古代啊，对于官员呢、啊，如果有犯错，那么可以用各种条件，也就是说将功折罪的意思啊，这八义有这个将功折罪，有八种条件可以折罪赦免他了。可是呢，石勒啊，在每大会宫中的宴会里边，蜀排忧着戒责，就蜀排忧就叫他砸在排忧里边演戏，这个蜀当动词，蜀排忧就装扮做排忧，带着这个戒责这样的服饰，然后穿黄绢单衣，穿着黄色的丝织品，那个单衣就不夹衣，古人有双层的衣叫夹衣啊。又问，人家问他说：“汝为何官，在我背中啊？”哎，你穿的是官服啊，你是什么官？怎么还在我们幽灵之中呢？也。我本为管陶练，我本来是管陶县的县长啊，夺手单衣，夺手就提着那个他的单衣，我们说夺手就是振作的意思，这个手要当都要加提字边提手旁，夺手单衣这样震动的他的单衣，说正作取士，正就是作，这个正等于中正那个正，我就是因为啊犯了取士，就是说贪污这个玩意儿，故入汝背中，所以被罚到你们幽灵里边来的，以为笑啊，来作为一种嘲弄的娱乐。各位，像这两种，一个论时代是霍汉先，可是霍汉没有参军，可是论记载却怎么样，却是这个论记载却是诏书先，那诏书的时代是北朝的霍昭，他有参军，两个故事接近，都是贪官，但一个有参军的名义，一个没有参军的名义，两个人都是在幽灵中被嘲弄，所以就是有相同的事迹，但是又怎么样，又不相同。各位碰到这个资料，彼此的矛盾，我们怎么解决呢？你看，我先把结论说出来。刚才佩先念说，他的两者，DIA， 两者年代相差200余年，彼以为。就是我先怎么样推测，各位学术是可以先怎么样，先做假说推测，再来证实。彼以为，若论其表演形式，则参军戏当如段氏所云之始于东汉和帝，表演形式。而若论其名称，则当定以后赵石勒，这就是我调试怎么样，两段有矛盾的资料要让它顺理成章，可是你顺理成章好像这样说可以，要不要证据啊，要让人信服，所以我下边说请身其说如下。各位，这是一种逆叙法，
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先把结论清楚地告诉人家，然后再去证实，就容易叫人进入。你如果说了半天，说了半天，说结果是这样，那个读者的这个理解力就不会那么样清楚明白啊。这种叙述的方法各位留意一下啊。那我的方法呢，就是来追溯它的根源。因为参军系是个官，所以要留意它这个官称的问题。因为我了解一个名词，一个官职，时代变迁，他官职的意义会不会跟着变迁呢？同样小姐，不同的时代，小姐的意义不一样；同样相公，相公不一样；同样先生，先生的意义，时代不一样就不一样。参军何尝不如此？所以就考察参军到底什么东西，而这个参军系它和脚底系有没有关系？因为脚底系是在它之前的一种戏曲的表演形式，然后才得出了某种结论。各位，这个就是我常常啊，写完这个一篇文章或者做一个研究啊，我常常会这样说：唉，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无补于国计民生啊！有没有这个发现，又有什么关系呢？但费我睡不着觉，半夜而起，何苦来哉呢？这是我生平里边很大的一个矛盾。各位有没有解决之方？告诉我一壶清凉剂啊，免得我常常睡不着觉，这是最近的一个苦啊。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各位。